自己努力。我感觉。嗨 ，Manscape 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这个关渡码头 ，Sony 啊，他办了一个活动，就是邀请我们，邀请一些可能创作者也好，或者有可能是记者吧，或者其他的朋友们，他邀请了一些朋友们来这个地方体验一下。然后，而且今天晚上会有烟火，然后我们要在船上，然后拍这个夜景，因为。这一支手机呢，听说是目前地球上夜拍最强的手机。这个动态摄影呢，可以到10000多的 ISO 值哦。那如果拍照呢 ，ISO 值可以到50000多。我们等一下来试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厉害？就是那一艘船了，我确定应该就那一艘船。遇到谁？大家好，哎呀，终于碰到网红，没有没有，他比较红，我只是玩票性质，对不对？Just to get you back again, I would do anything at all. I know I'm not innocent. You deserve a better man. Let me just hold your hand once more.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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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take you out.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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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you what I'm all about. Ooh, ooh. 好了，我们要上船了。刚刚拿了这个 Sony XZ2 Premier 的手机在我这里，哇，它上面位置没有写，我怕等下坐错位置。前置镜头，我们家就是片很大，没有，不是，我一直说片很大吗？你来，你来，帮我介绍一下前置镜头。前置？为什么你在前置镜头里面变帅？因为它美肌啊。它不是美肌，我觉得它变瘦了。因为其实它有超广角，它有广角，对不对？它有超广角，它会把两边的景色一起把它录进来。真会介绍，所以你人在中间会看起来特别的细小，特别帅。对，我觉得我在里面很明显的瘦，应该有20公斤以上，真的。但肚子也不行，我要肚子曝光。在这个船边，然后现在是晚上，外面都是黑的。哦，好凉哦，好凉哦。然后呢，这一边是这个是 Sony XZ2 Premier， 这边的是 Sony 的 Alpha 7 S Mark II。我们两边来比较一下，看谁比较厉害，好不好？因为现在是用前置镜头在拍，看会不会有杂讯啊？因为这一次的 Sony 啊，它强调的是什么？12800的这个 ISO 值录影镜头的时候是12800。现在船在转向，有点头晕。看到里面都还在吃这个餐点，这个看起来这个整个画质前置镜头可以这样子，真的蛮厉害的。I would do anything at all. No, I'm not innocent.
嗨，这个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这是 Alan， 我是拉拉，拉拉，这是我的节目啊，是的吗？好，我们走错地方了，走错棚了。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节目是什么节目？拉拉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次拍这个三立的一起开箱去的时候认识的，对不对？可是其实你的频道我看一阵子。好了，大家如果还不会 NFC 的话呢，赶快去我们 Sony Mobile 的粉丝团，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呢，也都有呢教学的影片。对，就是喜欢 Sony 的朋友们，记得要订阅 Sony Mobile 的频道。对，赶快订阅，赶快订阅。我们希望呢，有一天也可以赶快跟 Alan 大大一样，冲到90,000人。很快，好不好？非常快，靠你一个人就可以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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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嗯，好，就是我们可以拍一些跟 Sony 手机相关的。大家可以在下面敲碗，如果想要看拉拉跟 Alan 呢介绍 Sony 手机的哪些功能的话呢，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嗯，好，谢谢。等一下我们要看烟。对，好期待哦，很厉害，就是你可以把很暗，然后就 ISO 一直往上调嘛，然后调到最后可以就拍到过谱，很厉害。可是你知道我从头到我看上它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哦，什么？就是它的前置镜头居然是超广角。哦、oh, ，就是之前 SD1 是一样的。我刚刚有在听到 Alan 在测试，就说、哦、怎么冷变好瘦。刚刚我听有听到 Alan 刚刚有在旁边惊呼，这个超广角就是这种胖子专用的。真的，就是广角，你不是脸变小，然后整个身体会变长，就是、而且我觉得广角很适合拿来拍穿搭、啊，整个人比例都会变超好。就是由下往上拍腿变长，由上往下拍人变瘦。没错、哦，被你们学到了，赶快学起来。好，我们用这个 Sony XZ2 Premium 和 iPhone 8 Plus 下去做录影、做比较，好吧？因为我没有 iPhone X， 那但是我想相差应该跟 iPhone X 不会差太远，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试试看这两个夜拍录影的状况之下，到底谁比较强。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拍这个竹灯啊两边的差异，还有我们拍这个夜景河边。各位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个是烟火，右边呢是 iPhone 8 Plus， 各位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差异哦，尤其除了这个感光度的差别之外，你可以看得到天上的云层啊，看拍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在 iPhone 8的部分、啊、拍起来啊就乌漆抹黑的，只有烟火的部分可以看得到，所以感觉上真的是差非常非常的多。那因为 Alan 手上没有 iPhone X， 但是我所知道 iPhone X 跟 iPhone 8 Plus 其实拍起来的效果不会差太多。好了，那边现在很多的这个媒体朋友都在那边拍这个烟火，那我已经拍完了，不过我大概肉眼看一下监视器大概就知道效果其实差很多，各位应该可以看到 iPhone 8 Plus 跟这个 Sony SZ2 的差异就是差蛮多的。好啦，今天的测试到这个地方为止啦，也已经完啦，已经9点多了，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啊大家会喜欢，好不好？第一次尝试这个被以媒体的身份邀约来这个做手机的这个体验测试 S2 的 Premium， 下次有机会 Alan 再拍更多的体验给大家，包含如何应用，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帮我们在下面点击按个赞，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 Facebook 微博跟 IG， 下次见了各位，拜拜拜拜。 I would do anything just to get you back again. I would do anything at all. No, I'm not innocent.You deserve a better man. Let me just hold your hand once more.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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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take you out.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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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you what I'm all about.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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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up for what we lost. Tonight is the night that we're gonna fall in love. I don't care about you and him. I don't care about what has been. I only care about your soft skin. Cause we're still sleeping in my head.云爸嘞，云爸，快点啊！换妆了，云爸换妆了，来换妆才在拍。来，云爸来，快点，来，快点！耶，辛苦了各位，对这个记得要订阅。哎，三立的，三立系统，对，但是 YouTube 的话，它分类有点多了。三立新闻，我找好久，我找我自己的那一集找好久，找非常久。那你回再传给我一下。OK 。
拜拜，拜拜，然后手机要还。录影，录影还是手机？对，手机要还。拜拜了，我先走了。拜拜。我可以跟第三车合。我先过去了，好，拜拜。我也可以跟第三车。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冷哥。